救命啊！因为待会要去，要去海边的。对，要就是我很大的尺度哎。哎呦，今天穿的这风格是什么样子？当然大，我们也认为大。你看那个是不是？镂空的耳朵。如果真的到海边，你会穿这样吗？会，就是比基尼，但是我想说加个吊带裤，就是可以比较不会太露，就小性感。是，就有比较有青春洋溢的大性感。雨婷这样的可以吗？完全不行，这样也不行，我没有办法。这样去海边你还不行，我也没有办法，我一定会加短裤。你们那我不知道，因为你这样我还是看到手指头。你不是没办法，是不行这样。对，而且他穿这样，我们聊天坐那边还可以这样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OK， 平常会穿这样？对，就是我平常比较保守啊，今天就平常比较保守。哇塞，今天真的是豁出去，他豁出去，很尽心尽力了啊。这个现在很流行，女孩子很现在流行穿这样。嗯，然后这个，哇塞，这个你都很喜欢照复古哦。这是你妈妈吧？哦，这双腿看起来好长哦。对，衣服是跟妈妈借的。没有。这是舅妈的，舅妈的。你看有点复古。李金宝，李金宝。一十万五，这个这两张真的看不出来是土的。哦，您个人最有信心的部位是？胸部。哎，你们站那么远，我说真的，很有信心，真的，非常好，很敢讲，对，非常好。你要不要把这个外面这个牛仔裤脱掉？哦，不能脱掉啊，就是我太害羞。我们不介意，没有，没关系啊。好深啊。他是因为我们他平常穿的。但一到海边突然穿这样，大家会惊讶。是，哎呦，我以为是露露哦，原来不是露露。嗯，不能笑，不能笑。聊屁啊！我给喷。你今天现在这样穿，会不会还是有点不好意思？会，我非常的害羞。如果在海边就不会了。对，海边不知道该，因为大家都一样，差不多这样。对，因为你自己觉得这样穿上节目算露了一点。对，我第一次这样。没关系，这里没有外人，我们会保护你，好吧？放自然一点，对，轻松一点。个子来讲，对于拍照是不是要稍微多费神一点？还好，拍摄的角度。还好吗？对，有时候我们看照片比例是对的，比例，有时候看照片觉得这人很高，这一出来吓死人。是，刚刚他的照片就已经有说明了这一切。对啊，他第二张那个148公分啊，对，真的。所以他刚刚那张蓝色那张照片好高哦，感觉往外，而且看身长其实都很长。是，那张照片看起来像178，多三十。我都拍照片，158，对，要把一拿掉。好，你狠啊！那这样好不好？我们直接拍封面。有拍过杂志吗？没有。哇，又来了。非常紧张。不要紧张。来，麦克风给他。来，请就位。预备。Go！ 一。哎呦。哎。哦，会拍。再练。好，有厉害。哎，可以。三。笑也不要装诸葛亮。雨婷刚刚学到，有厉害哦，厉害，很角色。他就是那种，他说每次害羞结果拉下，对，后面那种上课都说，我没有读书，结果最后考100分的，对，就是这种，好厉害。我最讨厌这种人，最讨厌这种人。我跟他很好，有练过，对不对？有练过，我跟他请教一下安乔，说我们班不会性感 pose， 他超贵。哇，安乔教你穿大的强裤。随便来一个，小心点，快点，麦克风拿着，一字腿，这些人，一字腿，你往后退一点，预备，第一张，好，请看，哎呦，随便拍，还有一个 move。比起来，他就是职业，你们是业余，职业，知道吗？等公车都这样。对啊。反正只能说天生就是这样，天生。对，公车司机长是报警嘛，所以等一开门他就，你有病，太大，厉害。
厉害厉害，你真是问对了，对，厉害厉害，哦，这个可以吧？这可以，他质感其实不错，就像老师说的，他其实长得漂亮，尤其我喜欢他的梨窝。嗯，哎呦，哦，对，梨窝梨窝厉害哦，很甜。今天谢谢你，好，很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，哎，谢谢。你先跟他好好学学，但是大家去问问那个最会，好，那个吓死人，那个，对对，讲倒垃圾也是这样。暴晒就不要啪啪照，在家看三立新闻网，隔离就不要啪啪照，想知道疫情最新资讯就要看三立新闻网，懂了就动作啊，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就是这么简单。